我虽然看不见，但我还是闻得到整个宫殿都是金银的味道。今日未曾帮完，是怕你的乾坤袋装不下。你要的乾坤袋，多谢。 听这个动静，莫非你把整个龙骨都搬过来给燕姑娘了吗？你用这些俗物当聘礼的话，对燕姑娘会不会不太尊重？她会喜欢的。